从小你就把什么好的东西都留给你弟弟，自己省吃俭用，省下学费供你弟弟上学。爹知道啊，你从小也喜欢学习呀。要是让你读了书，你将来准是个科学家。你这次要是回不来呀，爹真的不想活了，知道吗？刘伯，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有啥事儿你就说吧。刘伯，你别伤心了。我。伯伯呀，从小看着你长大的，把你呀也当成我的闺女啊，你有啥不好意思说的？说吧。我怀孕了。怀孕啊？因为是您的孙子，所以我得跟你说一声。我明白了，一朵。你放心，不管我姓何，回得来回不来，你都是我老刘家的媳妇，这砸锅卖铁得把这孩子养大。不是，伯伯，不是姓何的，是姓陈的。你说什么？是姓陈的？我没听错吧，孩子？啊！孩子，你跟我爸说什么了？你这个孽子啊！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呀？你哥从小把什么好东西都留给你，省吃俭用供你上学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？啊！孩子，你为什么不经过我允许跟我爸说这事儿呢？我，你还不让人说呀你？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孽种啊？爸，我真的是一时冲动才犯下这个错误。爸，我真的不想这样的。我真应该打死你！爹，哎，老刘，快！你等等，你让我收拾的这小兔崽子！我，医院来电话了，星河醒了。没事了，你说什么？星河醒了啊！菩萨显灵了。对呀，菩萨显灵了。哎呀，跟我走。哎呀，星河哥醒了。没什么大碍。不得不说呀，这确实是个奇迹啊。你好，刘星河，您现在有个外号叫刘坚强，大家都想知道此时此刻你想说点什么。慢点吧，慢点吧，慢点吧，
哎呦，哥，星河呀！见到你们，真好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活着回来就好，活着就好，活着回来就好啊！把爹急死了，知道吗？哎呀，真是，这是咱们老刘家积的德呀！啊，我说，儿子好不是高兴的事儿，你老哭什么？是啊，是，回来我就高兴。各位各位，病人现在需要休息，请出去一下。啊，对对对，好好好，太快了，我需要休息。我也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快出去。哥，好休息啊，好养着。啊！被埋在下面的时候，想的全都是你。我在想，如果我真的要是死了的话，就不能保护你了。王金彪欺负你怎么办？所以，我当时就提醒我自己，我一定要坚强，我一定要坚持住，一定要活下来。因为我知道，我要保护你。活着见到你真好。一朵，星河哥不是好好的，你别哭了好吗？别哭了，不许哭鼻子了。苏子彤，你是伤糊涂了是不是？你没事就好。都说别哭了，你还哭。没事了啊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